苹果飙歌榜，杨丞琳夺双周冠军，汪东城坐二望一。不说杨丞琳好像真的忘了自己是女生，最近见到好姐妹非要亲一下不可。她越亲气势越旺，专辑《想幸福的人》连霸 G-Music 五大金榜第二周冠军，恭喜恭喜哦。想问你，你在等什么？不爱我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只要多犹豫一分钟，一定就把我错过。在上海的汪东城抛下其他成员单飞出击，你在等什么？首周打进双榜亚军，大东啊，再加加油，下周就看你能不能篡位成功啦！说你在等什么？要结果就别错过。我把全部都给你，不留一点余地。吴克群本周下滑一个名次，来到第三名。他这回发片除了找来 Vivian 徐若瑄合拍 MV， 还与阿娇合唱，又又又，真是艳福不浅呐、啊！我把全部都给你，因为这叫爱情，但是我只希望你。苹果娱乐新闻，再接再厉，报道。